虽然这里面大概是有些误会的，因为事实上我们也是相信他讲的，他说他工作到一个段落，他事实上我们查过，他上任才几天就把那个场馆啊，还有一些事实上足球场的人工草皮跟天然草皮的一些案子，大部分都有初步的这个定案，所以我们上次也相信说他讲的话嘛，所以就说他阶段性政策已经完成。那其实只是有一些沟通不良吧，是吧？不过世代选手村，我们昨天已经有一个初步的决定了，我们会成立一个台北事务公司的哈，但名称要什么处理还我想大概下个礼拜大概就会公布说，我们目前在美和市有600多户的空房子，那联合开发案在芦埔还有400，所以目前台北市政府手头上的空屋超